腐朽为神奇，嘉义某一间大学的师生物尽其用，把鸡羽毛变成了有机肥料。透过农业部的计划，大家是利用菌种技术把鸡羽毛分解，产出羽毛生态，那用于水呢，还有这个畜产的饲料，添加废弃太空包装的资材作为有机肥料的配方，提供作物来栽植使用。成果也显示种植莴苣的效果良好，进而展现农业循环的永续性。